好细个就已经知道赌只有做庄子嘅嘢。真啊真，打到嚟啊！阿新啊，不如你过去梳打份温啲表叔啦。喺你有生之年，我一定发达翻嚟俾你睇。嗰间我讲要买十铺中九铺啊！开，你想办法破呢三个厅先讲啊！如果我哋谂咗一种物体嚟代替咗玻璃，当色仔撞到呢种物体所产生嘅声音咪啱啱相反嘅话，当佢哋听到细嘅就即系大。有志气，有骨气，仲有豪气，但系呢个好大嘅缺点就系锋芒过露。你系梳打放电一代最有机会第日做一嘅人。我哋梳打放娱乐有限公司已经决定竞投赌牌。你哋今次扮出标，无非系想我哋派啲饼俾你哋食噶嘛？廿一点啊！如果我何生冇命，你一样冇命嘅。再扮呢一次，我都帮你唔到啦。无论人哋欠我都好，因为我欠人哋，我一定要计得清清楚楚。你够胆一张打死我！